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老杨的节目。在传统观念中，人们认为儿子有责任给父母养老送终，并且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女儿出嫁后，成为别人家的儿媳妇，就不再有给娘家父母养老送终的义务和责任。陈大爷已经68岁了，他只有一个独生女。年轻时，他认为独生女并没有什么不好，自己的养老问题也不需要依靠女儿。但是自从他的老伴因病去世后，他才意识到自己一个人生活是孤苦无依的。为了度过幸福的晚年，他拿着100万的巨款去女儿家，希望能够在女儿和女婿身边养老。不过在女儿家里的第一个晚上，他无意中听到女婿说的一番话，立刻放弃了在女儿家里养老的想法，拿着100万的巨款回到了自己家。陈大爷自述，我今年68岁，老伴去年因病去世。老伴在世时，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光。我们每天一起买菜、逛公园，甚至下楼扔垃圾也要牵着手一起去。邻居们都笑话我是老伴的跟屁虫，但我并不觉得难为情。我喜欢的是我的老伴，不是别的女人，有什么好害羞的呢？我和老伴这辈子只生了一个女儿，年轻时很多人劝我们再生一个儿子，以便等到老了让儿子给我们养老，但我们一致认为我们不需要为了养老问题再去生儿子。我们有退休金，还有健全的养老机构，即使没有儿子也不用担心养老问题。退休前，我和老伴都是单位的管理层，收入不低，生活水平很高。我们不仅供女儿上了大学，还存了不少的养老钱。我们从来没有指望女儿来给我们养老。我们认为，只要我们存够了钱，等我们年老体弱，就可以雇佣保姆照顾自己，或者住进养老院。女儿工作后，和一个家在农村的男人好上了，这让我和老伴非常生气。我们告诉女儿，男方家庭条件太差，女儿嫁给他以后会很辛苦。所以我们不同意这门婚事。女儿没有听从我们的意见，偷偷怀上了女婿的孩子。既然都已经这样了，我们无法再反对，只好无奈地接受了女婿，并同意了这门婚姻。在买婚房的时候，女婿说他父母没有钱，只有他工作后存下的10万元。虽然我们心里很不舒服，但我们总不能让自己的宝贝女儿在出租屋里结婚吧。于是我们拿出了20万元，让他们按揭买了一套两居室。虽然房子不大，但对于一家三口来说足够了。按照我们家的条件，完全可以全款给女儿买一套大房子。但是因为我们怨恨女儿不听话，所以没有拿出更多的钱，帮助女儿买大房子。女儿结婚不久就生了孩子，孩子出生后，女婿就把农村的婆婆接到家里帮他们带孩子。一直到孩子上小学后，婆婆才回到了农村。自从女儿出嫁之后，我和老伴就一心一意地过好自己的生活。我们辛辛苦苦地工作了大半生，好不容易将女儿抚养成人，并帮助她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。我们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，理应好好地享受生活。在我们刚退休的那几年，我们的日子过得非常美好。我和老伴的退休金加在一起有10000多元。我们在生活方面过得非常普通随意，吃穿都不讲究，因此我们根本不需要花费太多钱。我们最花钱的地方就是旅行，几乎每年我们都要出门旅行2-3次，每次都要在外面待上10天半个月，直到玩够了才会回家。回到家，我们就好好地休息一下，为下一次旅行做准备。这样的日子让我感到特别幸福。然而，在我63岁那年，老伴却得了癌症。得知老伴患上癌症后，我愁得好几晚都没有睡着觉。我四处寻找名医，动用所有可以动用的关系，为老伴谋求最好的治疗。尽管我百般努力，老伴仍然在2年后离世，留下我孤零零一个人独自生活在这个世上。老伴刚去世的时候，我非常不适应独居的生活。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起老伴，念念不忘，彻夜难眠。我再也没有能规律地吃饭，
几乎每一天都只吃一顿，简单地煮一碗面条或者炒一盘青菜，搭配点米饭就行。这样的生活方式彻底摧毁了我的身体。有一次，我在家里扫地时突然晕倒，很快就失去了意识。当我醒过来时，已经过去了一个多小时。我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，叫邻居开车将我送到医院。医生给我做了全面的检查，发现我有营养不良的症状。我突然晕倒，是因为低血糖引起的短暂性休克。医生开了药，并建议我不要独自一人待在家中。如果再出现这种状况，无法及时得到救治的话，就会威胁到我的生命。听了医生的建议，我再也不敢独自居住。于是我给女儿打电话，告诉她我要去她家里住，这样若是出现问题，就能得到及时的治疗。女儿没有立刻答应，她告诉我要和女婿商量后再给我答复。我等了好几天都没有等到女儿的回复，知道女儿的丈夫一定不会同意我去她家里养老。我这辈子只生了这一个孩子，如果不能在女儿家里养老，我还能指望谁呢？认真思考之后，我决定亲自去女儿家里和女婿当面谈，努力做通女婿的工作，实现我在女儿家里养老的想法。我带着自己所有的存款100万到达女儿家。为了确保女儿和女婿在家，我特意选择了周末的上午。当我敲响房门时，女婿来开了门。他看到我不请自来，猜到了我的目的，脸色很不好，面无表情地让我进门，说他马上要出门，有事情要处理。我见女婿要出门，连忙拉住他，请求他耽误几分钟，听我说完再离开。我拿出存折上的100万现金，说只要我能在这里养老，我的钱就全部给你们。女婿听完我的话，脸上不再那么冷淡，他让我坐在沙发上，给我倒了一杯茶。他说，我们是一家人，谈钱干嘛，您安心住下就好，我哪能要您的钱呢？我知道女婿说的都是客套话，如果我不拿出这100万，他肯定不会让我留下来。于是我把存折递到女儿手上，说只要你们愿意让我在这里养老，我现在就带你们去把存款过户给你们。女儿想要推辞，但被女婿一把拦住，说既然爸爸有这份心意，我们就收下了，我们会好好地孝敬您，这是对爸爸最好的报答。女儿听了女婿的话，收下存折，说那好吧，明天我们就去办理过户手续。那天女儿和女婿准备了一桌好饭欢迎我的到来。晚上我吃饱喝足后，去了外孙的房间睡觉。由于外孙在外地上大学，他的房间一直空着，我打算等我安顿好之后，就把自己的房子卖掉，给女儿和女婿买一套大房子，一家人热热闹闹地住在一起。半夜我感到尿急，就起身去洗手间，刚走到女儿和女婿的卧室门口，就听到女婿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，他正和女儿商量100万块钱的分配方案。我悄悄地凑了过去，将耳朵贴在门上，认真地听了下。我听到女婿对女儿提出了三个要求。一，既然你父亲在我们家里养老，那他的房子空着也是浪费，还不如让我父母住进去，省得他们住在乡下，山高水远的，很难见一面。二，你父亲给了100万，我们自己留下50万，剩下的50万给我父母，我父母没有退休金，有了这50万，他们的生活也能过得宽裕点。三，你父亲的退休金存折要交给我们管理，我们付出了劳动，你父亲付出了金钱，这样谁都不欠谁的，大家才能够和睦相处。女婿的话还没有说完，我就气得心肝疼，再也听不下去。我连洗手间都没去，就回到自己的卧室，躺在床上生闷气。我一晚上都没有睡好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女儿和女婿还没有起床，我就迫不及待地敲响了他们的房门，要求女儿将100万的存折还给我。我告诉女儿和女婿，昨天晚上你们说的那些话，我全都听到了。我老了，能够养活自己就已经很不错了，没有能力养别人的父母，所以这100万我谁都不给，全部留着自己养老。女婿不想还钱，说他昨天晚上说的那些话都是开玩笑的。
让我不要当真。我告诉女婿，他必须立刻将存折还给我。同时，我也告诉他，我之前说的话也是闹着玩的。在我的坚持下，女婿只好非常不情愿地将存折还给我。当时我拿着存折，就立刻离开了女儿的家。女儿想送送我，但被女婿一把拉住，不让她跟着我出门。最后，我一个人拿着行李离开了。女儿的表现让我明白，往后余生，我只能依靠自己，不能依赖任何人。因此，我必须要好好保护我的房子和钱财，他们才是我养老的最大支撑。如果失去了他们，晚年生活将会怎样？我简直不敢想象。陈大爷最终还是选择了靠自己养老。大家觉得陈大爷的选择是无奈还是明智呢？有没有更好的办法？陈大爷的女儿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呢？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